席由雨涵音乐协会主办，雨涵合唱团呈现的经典歌剧及影视选曲专场音乐会。首先，让我们对本地著名声乐教育艺术家陈玉生老师，虽然身体不便，仍坚持到场支持我们的演出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雨涵音乐协会是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姬芙蓉老师创办，属下的雨涵合唱团成立于2007年，由姬芙蓉老师任声乐指导及指挥，许清明教授任团长，李斌老师担任钢琴伴奏。近20年来，雨涵音乐协会主办了60多场大大小小的演出，其中2013年在新加坡大会堂举办的黄河大合唱，全场爆满，一票难求。2023年年媚客属总会合唱团呈现大型情景歌剧《木兰诗篇》精缩版音乐会，同样好评如潮。希望今晚的演出能再次带给大家一个美好而又难忘的夜晚。首先，我们将献上歌剧《木兰诗篇》4首大合唱，分别为序曲《战场四季》、《收复好河山》和《木兰花》。有请指挥姬芙蓉老师，全场钢琴伴奏李斌老师